一日大約賣24隻雞到咯，100盒左右。紅磡最近開咗間新嘅海南雞飯外賣店，開咗一星期，已經好受街坊歡迎。其實我哋嘅海南雞嘅特點咧，就係首先冇落味精啦，同埋用咗大約係17種嘅材料去做嗰個浸雞嘅湯啦，同埋裏邊最特別嘅係會加有椰子，令到嗰個雞裏邊有椰子嘅香味咯。飯裏邊除咗一般嘅雞油之外啦，另外仲會有最特別嘅係會加有椰漿，而椰漿裏邊咧，我哋會混合咗3種椰漿，去令到嗰個雞飯裏邊咧會有椰子嘅香味啦。每份海南雞飯嘅雞份量都唔算好多。不过鸡肉好滑，油饭入口亦有明显嘅椰子香味，比起传统嘅油饭，感觉冇咁油腻，较为清爽。呢度仲有其他小食，好啱夏天食。猪手饭亦都几讲究噶。咁我哋个猪手咧，特别就系会用日本嘅猪手咯。咁咧坊间嚟讲咧，通常啲人都会用巴西猪手，但系巴西猪手咧会比较多乳血，而日本猪手咧就系偏白啲嘅。咁樣令到個口感會比較偏好咯。食完飯仲可以飲埋呢杯嘢解下渴，裡面有羅漢果、菊花、杞子、果皮，消暑又健康。抗打壓，奮力發聲。